我的天，像拆迁你也太疯狂了。与其说昨天肖老师的照片里有绒图，不如说这是一张由绒图组成的肖老师。本来我以为只是眼睛里有，放大加锐化看一下，头发丝、眉毛、嘴唇、背心上都是。绒图，挑几处特别明显的看一下，这是肩膀上的，眉毛和头发丝上，全部都是。双眼里。还有好多好多，我现在怀疑很多都是两人平时的生活照、亲密照，越想越激动啊！这同城的战况确实激烈。还有这张照片上，大家注意看到这里特意露出的衣服了吗？这是一个爱对称的艺术生拍照的习惯吗？那为什么要露出这件衣服？而且这个外套像不像老干部风格的外套？现在明白了，这张照片估计本身的意义就是，厚的撒糖啊。